现在呢，我们越来越喜欢在户外露营了，但是在炎炎夏日，户外也是既炎热又潮湿，为了达到一个舒适的户外露营环境，户外空调呢应运而生。目前市面上有几款销售户外空调都深受户外小伙伴们的喜欢，最近呢我们又推出一个新款，就是这款。它从外观设计上依然是方便携带，白色的外壳显得干净而优雅。这款空调呢，它的制冷量高达700瓦，耗电呢只需240瓦。这个700瓦的制冷量目前呢是在户外空调里面它是一款最大的，效果也是最好的。这么大的制冷量，大家都说会不会噪音很大呢？其实这款空调的噪音只有46分贝，在户外这个46分贝的声音呢显得是格外安静。这款空调它排热是采用一个双管循环的，大家都知道单管排热的话，它会把室内的冷空气也抽到室外，同时呢室内形成一个负压，也会把室外的热气被吸到室内。双管在室外循环，它作用等同于我们分体空调的一个原理，从而呢达到一个更好的省油效果。这款空调呢在使用上也是非常方便的，它可以把空调放在我们室内帐篷内，把排热管呢转到外面，也可以呢我们把空调放在外面，把这个冷气管可以接到帐篷里面，非常方便。